诈骗、出轨、枪战、谋杀、复仇，众多噱头聚集的真相禁区，一直吊足影迷的胃口。从目前曝光的预告片来看，任达华、霍建华、张赫组成的铁三角男人帮，让整部电影荷尔蒙爆表。身处险境、命悬一线的戏份张力十足。1月22日，赶紧走进电影院感受一下视听刺激吧！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